孜然里脊、鱼香鸡丝、肉烧茄子，7块钱一份的鸡蛋炒饼，打包的都够一家子吃，这都没花到100块钱。人儿在凡尔纲一顿不扯的晃，今天我们一块儿的吃个小菜馆，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小菜馆。到了到了，哎呦，还是满的了，最强菜单，有点选择恐惧症了。鱼香鸡丝，我得值，值有些年了，有点意思啊。再来2碗米饭，哦，这边还有盖饭了，这盖饭还有个位数呢。7块钱的鸡蛋炒饼，再来一份炒饼，7块那个。上来第一个孜然里脊，这里就2种，里脊肉跟皮牙子，正经不小啊。来口肉，可能没和弄匀，这第一口点咸，吃两口这个辣味也挺有的啊。哎呦不行，我等不了炒饼了。姐姐，您先给我盛2碗米饭吧，一块吃。这盘子24啊，真的很实惠。多吃洋葱啊，洋葱对身体好。嗯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米饭，这也得赶紧吃米饭。哎呦，这个菜配着米饭就对了。再来一筷子，这筷子肉片大。第二个菜鱼香鸡丝，这个量也是不小，看看是不是甜口。这个菜不是这么甜，更多的是它那个胡萝卜的那种甜，就是胡萝卜味特别香上。这一盘子18块钱，这刚刚合适啊，这比吃盖饭还合适了。我们一块要的拌三丝，好像不是芥末的，麻辣味儿，一般都是吃芥末的。黄瓜丝、火腿丝跟粉丝，还有蒜末跟辣椒段，粉丝的口感特别好。炒饼，7块钱一份的鸡蛋炒饼，我这炒饼吧，尝尝这炒饼。这7块的炒饼刚刚好吃。可是里面就是鸡蛋、凉白菜跟饼，拿酱油炒这种咸口。还饼烤还不硬，口感挺好的。拿鱼香鸡丝跟它和一口。嗯。又弄一个肉烧茄子，看下面绿色，再来口茄子。嗯，哦，素烧茄子10吧，那我估计加点肉的话，可能也就21、22的意思。你还要米饭吗？不要了。关键吃茄子配炒饼有点不对路。大姐，您再给我来碗米饭，谢谢。但是我感觉1碗米饭一个炒饼，再来碗米饭我这吃不了了。这米饭我搞一半下来啊，弄勺茄子和米饭，再来一勺，再搁上。感觉这蒜味有点弱。大姐，来点蒜末。必须生蒜末，这一下绝对对了啊！连这个绿色一起一拌，太棒了！茄子和米饭，下一句怎么接来着？一碗拌米饭，一碗炒饼，得给我打包行吗？因为这还一碗酸辣汤了。酸辣汤几块？6块，我这一碗6块钱，关键做的还不错。哦，还能做3块的，3块的对不起这功夫员，我跟你讲，不光经济实惠，菜量大，菜味儿也都还不错。最后还得打包，全搁进一个大盒里，打包了一盒哲罗，还有炒饼了，打包的都够一家子吃，真的是打包了一盒哲罗，今日消费93。